看他们的娃娃机。好啊。哎，十点以后还要有成年人陪伴呢，笑死。十点以后未成年不得进入。你想这么奇怪的规定？好了，看一下。这个猫很可爱。这个猫很可爱。对啊，这是。这是香港上一次你买的那个猫吗？对啊。是吗？对啊，就是我买那个啊。笑死。他刚刚跟我讲不可以拍到客人，可是他说你拍那个，他说你拍那个娃娃可以。那才有感觉，你现在去都是商场，怎么办？就是这里。